正经和我们院的一个女同志搅和到一起了，这可是关系到好几个人的声誉。反正我们是解决不了了，所以才着急给你打电话，让你赶紧过来帮帮忙。你别着急，什么搅和到一起了？还事关几个人的声誉，这都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吧，就是啊。 有人看见两个人抱在一起了啊，男女不清不楚的，关键是那个女的还有主，是有人亲眼看见的。什么？还亲眼所见？哎哎，是是，不是总说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嘛？一共有好多人看见了。妈，这种事情你们幸福院可以自行解决的，不用我去。 哎呦，那可不行！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那当事人的脸面可往哪搁呀？现在都有好多人知道了。啊，你们都别着急啊，我相信院方会妥善处理的，不会平白无故冤枉人。再说我去也不方便呢，我充其量就是个家属。你说我去了，你们院长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？这不上升为难吗？那我报警行了吧？ 我现在就向你正式提出报警，请求警察当面解决。对，当面解决。哎，啊，好，妈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哎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快点啊，越快越好。哎呀，这下就好了，我儿子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是啊，是得赶快解决啊。 不是，爸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小子这干什么呢？我还能干什么呀？我这不……啊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说冯家要做手术，因为装的满不在乎的，现在知道自己要当爷爷了，赶快过来看看儿媳妇和孩子是不是？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。行了啊，咱们家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就别跟我这装了。走，回家就在这屋，我带你进去看看你。 我不想看他，又行了，别装了，掩上了还走走走。我走走走，看，你这就这个我倒了，走走走。老婆，凯欣来了。哟，爸。哎，爸，您赶紧坐。快坐坐坐坐坐坐。爸，您这腿脚不方便，还大老远跑来看我呀。我。 我这很快就能出院了，您这样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不知道说啥就别说了，赶紧躺好了，往后干啥事儿啊小心点，别抻着累着。这几个月就让凯子好好的伺候你，这好不容易怀上了，你这笨手笨脚的，万一再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整掉了，爸，什么孩子呀？我还没怀上呢。 啊？没怀上？那你们两个这穷折腾什么呢？耍我呢吧？哎呦，爸，你别急呀，你急什么劲儿啊？我跟您说啊，这试管婴儿啊，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，他得先去配型去，然后之后还得，反正就是高科技，跟您说了您也不懂，孩子是一定会有的，嗯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。你什么时候怀上了再通知我？ 省着我这抱着枕头做好梦，空袭一场。哎，知道了。爸，咱们一家人为了孩子的事儿啊，折腾了这么多年，确实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固执、太任性，把这事儿给耽搁了。我想跟您说一句，对不起。嗯，凡事能总结出经验，这就好。 听凯子说了，你为了能怀上孩子，也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累。你现在承受的就是当初你任性带来的后果。哎呦，行了，爸，你少说两句吧。爸说的对。
确实是这样，爸。以前我做了太多让您不开心的事儿，您老别往心里去。今后啊，你也别想着去幸福院，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，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。之前呢，我也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只要你们俩，还有以后生出来的孩子，你们一家健健康康的，我也就知足了。好了，我还得去看看你黄妈。爸，您慢点走。哦。哎，爸，我妈怎么了？不是幸福院里不是有医务室吗？她是不是生什么大病了？没啥大事儿，丢人的事儿你就少掺和。哎。啥丢人的事儿？你给我讲讲。我说你能不能别老问东问西的？晚上可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这您就放心吧，啊，走，我陪您看我妈去。滚一边去！跟你说没事没事的，你好好照顾你老婆。这个时候她身边不能没人。多好，看你和我爸现在关系多好。可是爸又不是特意来看我的。哎呦，老婆，爸人都来了，这不啥都说明了吗？说明啥了？哎，请问这个病床上的病人呢？您是他什么人啊？俺是他一亲戚。哦。你要节哀呀！节什么哀呀？人没抢救过来，现在已经送太平间了。啊！爸，您可真行，怎么能跟我妈说这些话呢？我妈这辈子什么时候被人冤枉过？更何况是这种事儿，您让她这心里边能好受吗？好嘞，不要讲啊。我就是一时冲动，你一时冲动啊，小雅，我不是这么搞的，把孩子们都给惊动了。哦，他现在没有事情了啊，你们全都回去吧。雨爹，乐子哥，你俩先回吧，我跟我爸留在这儿。你也回去，孙胖那里也着急了，闹闹晚上没有你也是不可以的啊。这些事你就别操心了，我要守着我妈。别这一觉醒过来啊，你俩再吵起来了。赵冲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雨爹，我先开车送你回幸福院吧。不用了，既然来了，我想顺便看看那个得白血病的孩子，我自己回。行，乐子哥，那你呢？啊，我陪我爸待会儿，你别管我了。行，那你路上小心，我先进去。爸，白燕妈妈的事儿，您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哦，这个我自己处理，啊，你就甭操这个心。这么多年，一直寻找的恋人终于出现了，您为什么不去见见呢？我觉得，哎呀，你就别劝我了，我心中有数。我不知道白燕儿跟你说过没有，其实你爸最关心的还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真不能老这么一个人过日子了。您同样也别操心我了，我心里有数。那行，那咱爷俩心里都有数。哎。我跟你说啊，当时他们两个呀，就站在这儿，正好让您门口的人给看见了。看什么啊？
什么啊？你们都看清楚了吧？黄阿姨和郑叔叔一直都是在排练舞蹈，这很正常吗？哎呦，这以后啊，眼见都不能为实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，我得赶紧告诉郑晶他们。儿子，好样的，妈没看错你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我妈就是这样，一点小事儿也还夸我。在母亲的眼中啊，儿子永远是最好的。那行了，事情都弄明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你弄出这动静干什么？还想说人家是男朋友？你直勾勾盯着人家干什么？凑合小梅了，他，我，我，哎，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男女朋友。哎呀，刘队长，这都什么时候，你怎么还这么护着他呀？哎呀，你不能再说这种话。哎，上一次你亲口告诉我的是他拉着你来给我演戏的，我就不算个警察，我也能看出个四六来的，你怎么还这么配合他呀？是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吗？还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了？你们两个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你说要是这……哎呀妈呀，这戏演的也太过了，这是。好消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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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哎呦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警察已经勘察了现场，郑晶和小娟一直在跳舞。排练时有摄像头，摄像头可以给你证明，你和小娟根本就没有抱在一起。哼，这算什么好消息呀？我早就说过，我们俩根本就没抱在一起。哼，差点没害死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这个太危险了。那天咱都看错了。那我再说上两句。通过这件事儿啊，咱们得吸取教训，认识处理是非的方法。一，不听是非；二，不讲是非；三。不理是非；四，不传是非。精辟啊，精辟。嗯，哎呀，精辟精辟，我老干部我就不明白你了，你当时就应该赶紧跟老赵解释清楚嘛。就是，那你怎么可能出这个乱子啊？就是，解释什么呀？你们当时没看见老赵那个样子，恨不得吃了我。我还敢说话呀？我敢说什么呀？无论如何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大事儿了！出什么大事儿了？啊，你这怎么了？你这是什么？怎么不是我怎么了？小娟她怎么了？她不辞而别，人走了。啊？不是。喂，哪位？哦，我在幸福院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啊，对不起，袁院长，所里有点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刘队长，我能再耽误你两分钟时间吗？好，来，来，来，请坐。啊，来，你也坐下。你给我说实话，你真的是小梅的男朋友吗？刘院长，我不是个会说谎的人，也不会发什么毒誓。您让我说什么，你才会相信？我真的非常喜欢您的女儿，而且我……哎呦，行了，
爸，您就别让他说了，他嘴笨。您要是还不相信，就等我们领完结婚证再说。哎，你别插嘴，我，爸爸这会儿脑子有点乱，我现在我只能相信人民警察的话了。哎，儿子，局长，不，刘队长，我叫你小刘行吗？我叫你小刘。哎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小梅这一辈子就谈过一次恋爱，那还是她上大学的时候。可是她谈那个对象是个小流氓，脚踩多只船。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我说了，你别插嘴。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，我就把那个小流氓活活给他打跑了。回到家，我也把小梅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可自这之后，他就再也没谈过恋爱了。这件事儿啊，过去好多年了，我心里边一直不好受。小梅现在也老大不小了，可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疼她的男人。我总觉得，是我这个当父亲的责任。现在，你出现了，你让小梅有了新的感情，有了依靠，哎，有了安全感，我也就有了安全感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真的谢谢你了。不是，这事你谢我干什么？我当然要谢了。小梅这个孩子，打小就被我惯坏了，性格脾气都不大像个女孩。你能看上她，说明你能宽容她、谦让她，我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哎呦，爸，我真听不下去了。我们俩都不演了，怎么反而您还演上了？您快别说了。是是是，我知道。刘队长，你还有事儿是吧？哎，那你就赶紧忙吧。好嘞，好。但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小梅正式交给你了。我知道，你会好好的疼她、爱她，对吗？我当然可以。而且我，行行行，你也别说了，你们两个头脑不清醒的大男人，这会儿说的话，一觉醒来估计全都给忘了。行行行，赶紧走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刘队长，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啊。哎呀，再见。路上注意安全，等你不忙打电话啊。爸，这回您总该放心了吧？您怎么办？您怎么哭了？爸爸总想着早一点把你嫁出去，可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我很害怕。俗话说得好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嫁出去以后就是人家的媳妇了。可是就意味着你要彻底的离开爸爸了。爸爸舍不得你。爸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您的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好，好闺女，你啊，永远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。妈，你别哭了，我不会离开您的。我知道。我永远跟你在一块儿，永远陪着你。我知道，爸爸也舍不得离开你。小娟啊，我想到你错样，一时半会想不过来。其实你听不到我讲话也好，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讲的。
不起你，我不应该这样讲话，我更不应该对你不放心。说白了，我还是怕，我怕突然有一天你和别的人跑掉了。以前咱们两个总是吵架，离了结，结了离，但是前脚离了婚，后脚我就后悔了，我真的离不开你。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是杯子的爱情。他说开水倒到杯子里有滚烫的感觉，这是恋爱。后来水变温了，杯子感觉舒服，这是生活。再以后水变凉了，杯子害怕了，这就是没有感觉了。再以后水彻底凉了，杯子感觉难受，把水倒掉，杯子舒服了。但是不小心杯子掉到地下打碎了，一片一片的，可是每一片上都有水的痕迹。杯子这个时候才明白，他的心里一直是爱着水的，他还想再爱一次，不可能了呀。这个故事讲得好好啊，小娟啊，我们两个就像是杯子和水，以后我再也不要把杯子给打掉了，我要永远的疼你爱你，永远的照顾你，永远也不离开你呀。阿尤，你什么时候醒过来了？你一张嘴我就醒过来了，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呀？行，那我接着睡吧。哎，不要睡啊，老板，我错了，我们互分好了。复婚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得离？哎，不离了，我再不提离婚的事情了。我要再提离婚的事情，你和那个沈静去过日子了。死老头子，你永远没正形。慢点，慢点，粗一点。小雅，马叔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小雅呀，他们是来看你妈妈的。粗一点，你们别激动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跑来干什么呀？你好，这几位老人都是你母亲的好朋友，你就让他们再看你母亲一眼吧。什么再看一眼？什么意思啊？孩子，
这追悼会咋开呀、啊？要什么规模的？啊，是不是？摆多少花圈？悼词谁来念？对啊，这些你都想过没有啊？您说什么呢，马叔？谁死了要开追悼会啊？哎呀，孩子，不要以为你妈妈住进了幸福院就万事大吉了。这人生最后一程，你要负起责任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能再继续往下说了。我妈是吃了镇定药，她很快就能醒过来的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！哎，咱们今天是对着老不靠谱，是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哎，大家看着啊！您这手下留情，干嘛呀？我也不是，我也没多大劲儿，我这就是劳动人民出身。你看看，打倒了！哎，有我。好你个鬼车车，你也打、啊哎？我又没说你死，你凭什么打、啊？你不该打呀！你害死了多少脑细胞、情感胞，还有眼泪胞、啊？哎，还有我，累得我一身臭汗，这就是那个汗包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刘神啊，这回该我了，干什么？一、二、三，你有脓包啊？哎，好疼的嘞。我是怕你经受不住，我替你试试。我就说嘛，连你也敢打，你真是草人救火，你自取灭亡。哎，你看你，老崔头，你这歇后语说的太好了。自打我认识你，我就没听你说过重复的歇后语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从此以后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这句话可得牢牢记在心里，别说你没看到小娟，就连他们看的都成了虚的了，害得人家小娟和老赵差点都病了。要说挨打呀，你也得挨打。对啊，既然我们错了啊，我们有着很大责任，我自己罚我自己啊。哎，怎么打在头上，怎么一个纸卷这么疼啊？
你以为这真的是包子包啊？哎，看看，哦，给你一个教训。哎呀，幸亏我没有抢，我要是抢啊，我头上要少不了一个包。你以为我没钱？我好几个包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真是太可爱了，我现在特别喜欢跟你们待在一块儿。小梅啊，我呀已经把幸福院舞蹈队的舞蹈编出来了，你要看一下不？好啊，我特别愿意。现在不行，现在最起码人不全呢，有老乐不在。哎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接了大乐的电话，他急匆匆的就走了。肯定是又见对象去了。喂，我说大乐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小乐怎么就病了呢？之前受伤，一直住在郭小燕那儿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病倒了。哎呀，怎么搞的嘛！我快到了，你到哪儿了？我也快到了，见面再说吧，先挂了。啊，啊。哎，师傅，我这儿有点急事儿，您能不能快点啊？好啊。是这儿吗？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开门呢！哎，就来了，稍等一下。那个，小乐怎么样啊？什么病啊？哟，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别着急啊，您听我解释。哎，解释什么呀？抢了人呢！快快快快快快！不是，爸，小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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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日快乐！爷爷，您没事吧？事儿倒是没有，不过你不能这么吓唬我们的，容易吓出病来啊。对不起，爷爷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是我瞒着妈妈打电话把您骗来了，我就是想给爸爸一个惊喜。还惊喜啊？现在就剩下惊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行了，孩子没事儿，这就好。啊，本来呀，我还说今天晚上啊，咱们爷儿仨给你爸过个生日。你现在这都准备好了，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吧。我走了。哎，爸，爷爷，爸，您别走啊！您既然来了，就一块儿过嘛。要不多扫孩子的兴啊？对呀，爷爷，您要走了，这生日派对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可不就是嘛，爸。大乐，这事都怪我，是我不好。小乐打电话给您说他病了，我确实是想拦着的，可是他坚持不让我说。这不，小乐也是想让一大家子都团聚嘛。爸，对不住啊，让您担心了。哎，别，别这么说。要说对不住的应该是我。你看，你受了这么大的罪，把琪琪给救了，我还说了很多不当的话。我给你赔不是。哎，别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嗨，别站着了，来坐。爸，来坐。好，坐这儿。来，小乐腿还没好呢，好好坐着。来，小心啊。我听大乐说啊，你放弃了小乐的抚养权，是吗？哦，爸，您别误会，我那么说是因为……对，我是放弃了，我不会再跟你们争夺小乐的抚养权了。那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那是因为我觉得小乐和你们在一起更加快乐，还有就是琪琪妈妈的话也让我很有感触，她说孩子从小到大都和他们在一起，但凡有个小病小灾都让他们牵肠挂肚。如果我把小乐从你们身边抢走，你们也会这样的。
将来我想孩子的时候，随时都能让我看见他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爸爸的生日，咱们先不说这些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爸，咱们过生日，准备生日，走，切蛋糕去。来，茄子，我来。来，春华，来，走。妈，嗯，你最近除了买菜之外都没有出过门吧？这每天吃饭都要出去买菜，我的运动量是够的。妈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挺好的，不用你担心。哎呦，你一点都不好，我希望你过得可以幸福一点。什么叫幸福？每天过着恬静的生活，做一些对周围人尽可能简单有用的善事，热爱大自然，这就是我对幸福的诠释。那你刚才说的周围的人是不包括于老乐吗？燕子，前两天我让你在网上贴的那个招商帖子，有人跟我联系了，而且我们见了面，谈的挺好的。哎呀妈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处理就好了，我不参与也不干涉。我现在就希望找点什么办法让你快乐起来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了。嗯，一会儿我们出去吃晚饭吧。哎呀，你就当是陪我散散步嘛。好吧，那你等我把那活干完好吗？嗯，爷爷。您希望我爸和我妈复婚吗？孩子，你希望这样吗？我说不上来，我只知道我犯错误的时候，你和爸爸说，只要我改正了，你们就会原谅我。但是现在妈妈也承认了自己之前的错误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呢？小乐啊，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，你爸爸妈妈之间呢，不是谁能原谅谁这么简单的事儿。那为什么就不能简单点呢？爸爸也爱我，妈妈也爱我，我只想。